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思维潘多拉。前边的一段混剪视频，希望你能喜欢。你可能猜到了，这些视频都是 AI 创作的，而且每一个片段都仅仅是一张静态图片生成的。更夸张的是，这个工具完全免费，而且基本没有使用限制。那么快跟我来看一下怎么使用它吧。这个工具的名字就是 PicaLab。 如果你看过我的上一期视频，一定对 Runway 的 Gen 2印象深刻。 PicaLab 和 Gen 2有些类似，都是实现从图片生成视频的 AI 工具。不过 Gen 2现在对咒语的支持还不是很好，所以我们对它生成的视频内容是没有办法控制的。这方面 PicaLab 就不同啦，它可以根据咒语的提示来创作视频内容。我们刚刚从它的首页点击加入按钮，就可以进入它的 Discord 服务器啦。左侧列出了一些频道，其中的一些我们可以参考大家的创作来帮助我们开拓思路，获得灵感，比如 Showcase。 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已经用它创作出不少作品了，比如这个 YouTube 上的动画短片。或者这个比较写实一些的视频。还有这个一本正经的讲起了恐怖故事。总之，有了这个工具的帮助，还是让人蛮有想象空间的。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一些频道，是让我们使用来创作自己的作品的。我们选择一个点击进入，看看大家的创作成果。这里比较不错的是，现在几乎没有使用限制。如果效果不太理想，我们可以免费尝试多次，来得到想要的结果。我们看到这里闪电的效果没有生成出来，通过调整提示再次尝试，效果就好多了。下面我们实际操作一下，看怎么来使用这个工具。首先我们到一些 AI 图片生成网站，找到一些符合预期的图片，比如这张一个人在暴风雨中行走的图片，我们将它下载到本地，然后在 PicaLab 下面的输入框中输入斜线，就会弹出命令选择菜单，我们选择 Create， 然后就可以输入我们的咒语啦。比如我们想要实现一个人在闪电中行走的效果，就可以用英文直接这样写出来，接着点击增加按钮，将我们的图片添加进来，没有问题的话提交就好啦。我们的请求就会被加入队列等待处理啦。稍微等待之后，我们的视频就渲染完成啦。如果效果还满意的话，就可以下载保存到本地啦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如果你希望生成人物的表情细节，咒语的质量会比较关键。如果你只是简简单单的写下这样的提示，你大概率会得到这样的结果。这里为了大家的身心健康，我就不全部播放了，结果会惨不忍睹。这也是大多数人简单尝试一些 AI 工具后就放弃的原因。其实如果学习借鉴一些前辈编写咒语的经验的话，效果就会好很多。例如这样，或者这样，再或者这样。如果你感兴趣，可以加入视频描述栏中的群组，我会分享一些资源，大家一起学习进步哦。上面完成了视频片段的制作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后期的特效处理啦。
这样能加强视觉冲击，轻松制作出大片的感觉哦。我们以剪映来示例，先把素材片段放入轨道，然后调整好素材的大小位置。然后点击特效页面，它提供了很多酷炫的效果给我们使用，我们根据影片风格选择就好啦。比如看起来这个闪光震动比较符合我们的影片，我们加入进来试一下效果。我们尝试调整一下不同的参数，得到满意效果后，再给第二段素材也添加合适的效果。然后是最后一段素材，也添加合适的效果。搞定后，看一下怎么样。好啦，这就是本期的内容。如果你喜欢，请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。谢谢你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